当体育生抢课是要登学校的官网吗？跟辅导员请假用什么理由比较好？暧昧对象说我是细狗是什么意思？你天天问孙子什么呀？哦，在这儿，大学生选课网站，你尚未连接，有问题，这是网络都没有，登什么登啊？哎，这一堆怎么全都要密码呀？叫我哥哥给密码，哥哥，哎，不给呀？我这一二三四五六，幺五，哎，是这个吗？幺五零零七零，哇，我真是个小机智，密码错误，不行啊，这怎么弄？七八不行。西八，这个不会是谐音梗吧？西八，西八，八喜，八喜连我，连连连连留我，我连接成功！哇塞，这个密码很简单，终于记来了。六道口男子职业技术学校，你比五道多一道呀你！母猪产后护理是什么鬼？后山猪圈，哇，这学校都学啥呀？意大利面，拌混凝土。土纸片狗，蓝色妖姬，哎，学个服装，抢课，九千多人在派对，这太多人了吧？来换一个课吧，选课失败，看看还有啥课？秋名山车神养成 ，C 语言入门与放弃，我摸鱼走上致富之路，哎，我学这个，抢课，这怎么还是这么多人啊？再换一个，又失败，看来我只能学这个母猪产后护理了，应该没人跟我抢吧？试一下，怎么还是九千多人啊？我这怎么弄？刷新就硬点吗？点上九千多下，抢课的人太多，耐心等待，还点不了了。哎呀，这怎么弄？零零三个零，不会是个零吧？真是这个零啊！哇塞，原来是这么用的吗？你们还是有用的呀！给你拖过来，这个不行吗？哦，可以。零零零了。